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座椅加的新皮肤，这款皮肤目前来看的话感觉比较轻啊，比较白啊，这蛮搭配这个里奥的回忆啊，因为这款皮肤的话整个色调也是比较白啊，然后这把座椅加拉链拉的也是非常非常爽，但是黄衣的话这个架点有时候也是挺难受，但是我们提交技能的话先把这个大的一个点位给它拉开，那么这样的话啊，黄衣它这放速度的话都放不着，特别是前期啊，有些这个监管比较弱啊，所以提交技能就会很舒服了。跑远一点，还有十几秒，要放个触手。这不要放口子了。五秒、四秒、三秒、两秒，没有放口子。哎呦我操，他不是放狗的、啊、完了这不好亏啊，哥不是闪现，这我们应该他放到这儿，我是没想到的，这是我没想象到的。带三针闸，刚才可能带剧情可能想挂回去。这个洞在哪里？在这里，去不了。扯。我操！这个洞那啥，你知道吧？我真服了。又开始漂移了。全是椅子，换两节也行，是吗？要抬走了？干嘛找不到人？啊？不是，这好像也找不到人。一个椅子就一个椅子就算了，两个椅子就慢慢来。对，这个洞打得很非常好。回去那啥，把声音关掉就舒服多了，早该可以关掉了，不给信号，这个大副爱玩游戏，他好像确实是有点蛇毒啊，大副发信号不给发信号，你知道吧？这把大副的能救下来，我觉得那波都非常神奇了，已经是很给了，已经是上天的恩赐了。那波那刀打空了，不然大副直接救人震慑。牛仔要穿花死。大副直接吓走了，大副跑太快了，死了。这把什么问题呢？